今天我们还接着看这个十乘观法，这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今天从第四句看起。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啊，三种迷惑，这里面就是指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三大类也。这三种迷惑，要怎样把这个迷破除？啊，这是讲啊，破迷开悟啊。破见思烦恼，你就得正觉了。破尘沙烦恼，你就得正等正觉；破无明烦恼，你就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讲的果啊，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学佛人所求的目的。无论是哪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无论是世尊一代释教，还是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教诲，无不是以此为目的，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二无别，才说殊途同归啊，都归到破三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用什么方法来破这个三惑呢？方法就太多了。佛在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啊，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念到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为这个问题。天台家在许许多多方法里面，他用啊止观这个方法。止观实在是天台家的悟处。现在来说呢，天台家的发明
这个是真实智慧呀。所以在当时，西域的高僧到中国来传道，看到天台大师所用的这个方法，非常赞叹呐！啊，说出这个方法了，给世尊在楞严会上讲的一样。啊，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到西域去求法，没有见到楞严经啊，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啊。什么原因呢？对，印度朝野包括出家人认为楞严是国家唯一的宝藏，外国人来留学，其他的佛法可以给他看，今天给他看楞严经秘密啊，不肯传给人啊，另法了，所以印度现在佛法没有了啊，另法果报啊。啊，楞严经传到中国来非常不容易啊，巴拉密帝呀，用尽了心思啊，偷渡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到中国来，海关查得很严的，搜身呢 啊前两次都被搜出来了啊，毕竟他是个出家人，所以没有什么责备他。第三次啊，把这个手背破开，经藏在这个里面，再让它缝好长好，这样出来搜身没搜出来，把这个经带到中国，带来之后再把胳膊破开，经取出来啊，那是在那个写成很小很小的字啊，那个很小的字，你们看看弘一大师写的那些笔记，你们看到过没有？李梦圆居士给你们看了，你们没看到，没看到找李居士叫他拿来给你们看看啊！你们才晓得历代高僧怎么成就的。我们今天这个学习跟前一代人比，给人家提草鞋都不要啊！啊，我们处处自以为是，看看人家那种勤苦啊，他写的那个字那真的跟蚂蚁一样啊，比我们看报纸里面的字还要小啊，公开一笔一画，一字不苟，一笔不苟，人家那种做学问的精神，你看了之后还有什么话好说？啊，巴拉密帝也是用这种方式，把楞严带到中国来了。啊，这偷渡出来的，偷渡是犯法。带出来之后，东西交到中国了，赶紧回去。啊，为什么呢？怕这个朝廷上责备海关人员。啊，你失职，为什么让人家把国宝偷出去了，偷渡出去了？他回去认罪，回去接受惩罚。你想想看，这种精神，为法忘取。宁舍生命也要把佛法传遍世间啊！所以智者大师一生没有见过楞严经，只是从这印度高僧口里头听说印度有这部经典
佛所讲修行的纲领，跟天台家所发明的三智三观呢非常相似。天台大师在天台山筑了一个拜金台，你们现在也许去看过，每一天智者大师在那个地方向西方礼拜，求感应呢，求这部经能够到中国来，拜了18年了，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这种精神可佩。所以感应巴拉蜜地法师把这部经呢偷渡到中国来。智者大师的精诚拜了18年。可是天台家的这个直观跟楞严经上讲的舍摩他毗婆舍那了这个禅诺，这里面还是有差别，但是的确是很近所以楞严传到中国来之后，古代的这些讲经的法师都是以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用直观来配什么他禅闹那么一直到明朝焦光法师才提出意见他说这个还是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天台大师的这个三智三观呢，还是用意识性，而世尊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这个直观法门呢，不是用意识性，所以焦光大师提出来楞严上所说的舍施用根这个是，所以楞严的著书、楞严的讲法就变成了新旧两派了。古老的这一派以长水为代表，这个新派的就是焦光大师，以他为代表。那么到近代，专攻楞严的是圆音法师我们在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这部经产生兴趣发心专攻到70多岁他那部楞严经讲记才出来毕生的功力了圆音法师的著作最成熟的两部书一个是楞严讲义，一个是圆觉经讲义这两部东西是他老人家成熟的作品非常难得他的讲义都要仔细去观察，几乎60%是依据焦光的正脉，另外参考楞严古经的著述也可以说他的讲义是集古经楞严注解的大成我们现代人如果学楞严，从他这个讲义入门是最为方便的但是这个里头依旧有差别。可是焦光大师说的是很好舍施用根呢，那不是
中下根人能办得到的。啊，说老实话，还是属于上根立志。但是天台家讲的这个方法呢，中下根性的人行用得上。啊，虽然不是究竟圆满，但的确是最初方便。啊，我们有方便，其如真实，这就好了。啊，三观呢是空假中三观呢，前面这个第一行里面讲的，啊，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一心三观。啊，你能够用一心三观呢？那这三种祸都容易破除啊！三种祸破除，诸位要知道啊，就超越十法界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入佛的报土。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样一个境界啊。宗门的见性成佛是圆教初住以上的果位啊，破一片无明就这一份发生了。天台家讲的分正即佛啊，分正即佛是从圆教初住到等觉位，这四十一个位次都叫分正即佛。啊，分是部分，正是真的，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真的。啊，到如来果位啊，那叫究竟即佛，那是圆满。四十一品无明破净啊，那叫究竟位。所以究竟呢只有一位啊，分正里面呢有四十一位啊。我们还是要从最低下手啊。如何去破见思，去破尘沙啊？我们今天的病最重啊，这是治病啊。啊，这个病是破法病，便是普遍。法就是法治，啊，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治里面生出来的，从法治里头生出我执啊。我们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执里面，这我常常讲，我们念念当中啊，都有一个想控制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啊，不是你故意生起来的，你没有想就有这个念头啊。佛法叫俱生烦恼，不是学得来的。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生生世世养成的。
很难断，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哪里晓得这个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呢？我们要破我执，从哪里破起？你现在真正把这个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你要想办法把它断掉啊！如何断掉呢？看破放下，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还是这两个字啊？说止观不好懂，给你讲看破放下好懂啊。看破是什么呢？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舍弃妄想分别执着叫放下了，那就破法了，就破三惑了。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占有一切人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就是个妄想。为什么呢？能控制的、能占有的、所控制的、所占有的，都是毕竟空啊。如果有这个事实存在，你得控制占有，那情有可原呢，能说得通啊？不可能啊，根本不存在啊。所以你是冤枉造罪业，起心动念是造业，你的冤枉造业，因为你造业，所以变现出来啊这个虚幻的境界的果报，你去承受。所以果报从哪里？自作自受。几个人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之后，我们这一生的际遇，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无论是享福或者是受罪，你的心平了，平静了，不再怨天尤人了，知道什么呢？我这一生的机遇是自己造作的果报，与任何人没有关系。这个戒才能解得开呀。前途才会现出一片光明。如果依旧迷惑在这个境界当中，以为我们自己享福受罪都跟别人有关联，尤其遇到逆境怨天尤人，这个是罪上加罪呀，招得来生不如意，来生比这一生更苦，来生比这一生更可怜，所以是越迷越深呐。这不能解决问题。诸佛菩萨也是看到一切众生迷惑颠倒，
在这个苦海之中啊，苦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本来也没有啊。啊，越迷越重啊，越陷就越深。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啊，是的，讲经说法，讲的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我们开解，帮助我们觉悟。真正觉悟了，你自然就回头了。啊，不但不会呀，有这个念头去控制一切人事物，连自己这个身体呀也放下了，也不会呀去刻意的控制了。不想占有一切人事物，也不想占有这个身体了。啊，怎么样？不会把这个身体当我了，当做我了。啊，把这个身体看作什么呢？我所有的一部分。啊，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你看一切众生误会了。把这个身当作我啊，啊，要保养这个身体啊，啊，要护持这个身体啊，啊，叫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啊，叫这个身体就享福啊，啊，哪里知道啊？通通造的是罪业。我们能够以人为的力量帮助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吗？诸位要细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糟蹋这个身体，糟蹋这个身体是错误。佛法是正法，佛道是觉道，彻底觉悟啊！在佛法当中，这个身体做什么用呢？作为帮助一切众生的工具。前面第二句里面讲真正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要发愿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都要有个工具啊，没有工具拿什么去服务呢？身体是个工具，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要维护，啊，不能够把它糟蹋，啊，怎样维护呢？与自信相应，就是最健康的，啊，与自信相违背，那我们就糟蹋这个工具。啊，用这些物理药物啊来帮助这个身体，也未尝不是个好事情，但是这是治标不是治本啊。治本从哪里治呢？
与性德相应。啊，性德是什么？我们标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性德吗？念念与这十个字相应，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啊，真诚没有虚伪，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傲慢，啊，正觉不迷惑，啊，慈悲没有怨恨了。你说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好？啊，诸佛菩萨身体健康，从来没有生病过的。那个生病是实现的，啊，为魔是疾，那说法了，那令人觉悟的，啊，我们看诸佛菩萨从来没有看到衰老的相，啊，他不老啊，不老不病不死，啊，为什么呢？与性德相应，啊，没有生死，这才是真正懂得健康之道，这健康的大道理。与性德相应，自然就能破三惑了。那比此地用的这个三观的方法还要巧妙啊！啊，这真正是这善巧方便。啊，没有办法跟性德相应，我们就用啊三观的方法，空假中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范围非常广大，啊，什么叫众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我们人这个身体众缘和合啊，佛在经典里面常讲啊，四大五蕴和合成这个身相，这众缘和合，所有一切动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现的相，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啊，虚空世界，诸位想想，哪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的？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现在科学家发现有不同的时空存在，啊，三维空间，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有四维空间，啊，黄念祖老居士说，现代的这个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十亿维次空间的存在，但是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尽的。这个与佛法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
佛法讲世间呢，世间无量无边呢。佛法讲法界，说的十法界，十法界是大别六趣，何况十代表无尽，法界就是世界，无量无边呢。无量无边的法界，诸位要晓得，都是从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一念自信，它确实有，但是它没有迹象。它没有痕迹，我们的六根都圆不到啊，眼见不到，它不是色法，耳也听不到，它不是声法，心里也想不到，所以佛说这一桩事，言语道断，心心出灭，果然心心出灭了，这个境界你就清正了。所以大乘经佛常讲啊，为正自知，你正得了，你也没有办法给别人说。所以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喝着水，你问水怎么样，热不热？热，到底热到什么程度？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水凉，凉到什么程度？你也不知道。必须你自己亲尝一口，你才晓得。哪里能说得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境界叫不思议境界，不可思量，不可议论呐。不可议论就是言语道断，不可思量就是心行出灭。这个是说的能现的一念自信，一念自信，非空非有啊！非常非断，非生非灭，非来非去啊！中观里面讲的八不啊，形容这个事实真相啊，能现的离体如是，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呢？哪有例外的呢？所以诸位如果能在法相上就是一切现象上，一切众生法上能够见到这一切法相啊，也是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垢不净，你就见性了啊，你在相上就见性了，在相上见性就破了相了。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现象迷惑了，
知道这个现象的，即空即假即中。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能所皆空，所有这些法相假象，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佛也在嘱咐我们呢，应作如是观呐。所有一切的法相啊，世间法相、出世间法相，都是梦幻泡影。我们面对这事实真相，要懂得用中。中是讲作用，我们的受用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就是用中。中这个意思深，中这个意思广啊。中是包容一切，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啊。那么再跟诸位说的明白，说的具体一点，用中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中用错了，用又偏差了，错在哪里？差误在哪里？如果这个里头夹杂一点自私，夹杂一点我见，就偏差了，就错误了啊，就很容易发生错误啊啊，那就是什么？自己名利心没有放下，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放下，一差就一切都差了，都差错了啊！为什么呢？真诚心好像是真诚，其实真诚被破坏了啊！你有私欲在里头，把真诚破坏了，清净也破坏了，平等也破坏了，连慈悲都破坏了，那就不是中道了啊！所以真正要做到中道，那我们用《金刚经》上的话，一定是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去行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菩萨心呐、啊，菩萨心呐、啊，表现在外面，看破是智慧啊，充满了智慧呀、啊。放下是禅定，自信本定，你生活的仪态表现在外面的是自在，得大自在。
一切众生随缘而不攀缘，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你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你就成佛，你就成菩萨了。这是要真正去做才行。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修观，修观两个字不好懂，现代的话是修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我们过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错误了，宇宙人生要用宇宙众生，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对于宇宙一切众生的看法，往年我们在初学，在李老师的麾下，李老师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众生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我们才不至于迷惑。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人事物，把它分为这三大类，我们要看他的体，观察他的体，体是一念自性，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就是一念自性，观他的相，像是众缘和合而现的。般若经上常讲缘起性空，缘起是讲相，性空是讲它的体，那么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无有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几句话是要我们观察相啊，现象啊，所有一切现象就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怎么能当真呢？实在讲，你当真也当不了啊，你当真是人，你当真是打妄想啊，还是虚妄，哪来的真啊？你以为真的有个当真啊？错了，打妄想而已啊。你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啊？所以相是假相，是幻象，而且告诉你这个相根本就不存在，说根本不存在你就不懂了，我们在华严前面讲过，华严经后面
还要重复很多遍。啊，说明幻象之不实啊，所有一切现象呢，刹那生灭。佛给我们讲，有生灭同时，所以它不存在。我们今天感觉这些幻象会存在，是什么原因呢？是它的转变，是它的相续，使我们在这个里面产生一个幻觉，哦，好像它存在。啊，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十年，啊，有些东西的时候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久，啊，我们看到一棵树，好像它有1000多年，啊，2000年，啊，这么久，那是什么？那是它转变相续的幻象，而实际上呢，依旧是刹那生命。啊，没有一样啊是实在的。啊，所以相是假的。用，你会用中，你就成就真实功德。啊，功德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你要用偏差了，你就造作业障啊，你就造业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会用中，哪一个不造业呢？业里面有分净业、染业，染业里面有分善业、恶业，啊，还有一个所谓无忌业，你必定在造业。善业、恶业最低的标准，五戒十善呐，最低的标准呐。啊，与五戒十善相应的，你造的是善业；相违背的，你造的是恶业。你变现就是转变相续，这个现象呢，随你所造作的变现在你的眼前，相随心转呐，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个话是真理，是事实真相啊！我们的身体从心想生，我们的容貌从心想生，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从心想生，啊，我们生活周边所有一切环境也是从心想生。所以佛才说境随心转了，这是一句真话，这是个事实。我们心里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诸佛菩萨安住在正念，前面讲了，他住在定慧，啊，
善巧安心直观，直观是定慧，是正念所现的境界，是正常的。这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就叫做一真法界。我们的观念有错误，有偏差，看你错误偏差的幅度，前身大小不一样啊，所现的境界呢，千差万别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十法界，十法界怎么来的？是我们的想法看法了偏差程度上不同啊，这个偏差程度越小，在十法界里的那个层次越高啊。我们想法看法与这个自信事实真相的偏差的幅度越大，这就变成了六道三途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设法界也是虚幻不实啊，梦幻泡影啊。那么这个都是在用上啊，在作用上，变现这些境界相。